今天是2021年12月15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1:04。刚才好像那个，额头啊，这边有痛。我现在看到一根弧线，前面我看到都直线，我看到一根弧线从第一岛的。这应该是南端啊，这个方向应该是南端。这南端，弧形的画过来，在第三岛，连到那个第二岛，这样一个弧形的线，画了一个哈，就把那个周围啊，岛礁啊做起来啊，岛礁做起来。这样呢，就是把这三个岛呢作为一个整体了啊，把个作为一个整体连起来，不然的话呢，就是这三个岛之间那个海沟实在是很深的啊，他们填的地方就很深的地方，如果不把它给填掉一点的话，这个之间一个太散了啊，另外一个这样呢，就三个岛之间呢，就是基本上不让那个大型的船钻到这个三个岛中间来啊，如果。对，是不让他进来，因为我看到那个是填了一个，基本上是深度不是太够了啊，这样呢就大船就不到他们三个岛之间来啊，然后呢那个外围当然可以了啊，大岛的那个这一侧是可以的，两个小岛周围也是岛礁，不让它靠过来，主要是怕人家的船靠过来凿它的那个上面那个材料啊，凿它的背啊，现在我看到是这个啊，看到是这个啊，看到这个啊，好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嗯。